谈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不能随便答，好吗？他会说你们还在救灾这边开始讲超越救灾是的东西，会不会觉得？我们没有，我没有恶斗，好吗？我现在认为，高雄市面临，我一再强调，五十年来最大的爆炸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重工业的城市，啊，今天面临这个问题。站在高雄市，不管是今灾害长期以来造成今天，我们今天我作为高雄市长，我就必须完全的承担，我必须现阶段把很多灾民，尤其是这几天连续好大雨，我们都要赶快处理这一些啊。那我们也一再的呼吁，哦，今天高雄市面对接下来很多问题，我们希望跟合作来面对，这个我都表达啊。至于总统说什么，我真的没有听到，我在开会，我来先了解好吗？会觉得总统现在要做国贸，会不会觉得太谢谢？谢谢。